玛莎，你可以吗？嗯。好，那玛莎。这句再一次，因为刚刚字幕比较晚一点出来，而且我刚一直听到有杂音在旁边，又刚也听到，你平常是听到什么杂音？你讲清楚来，你看这边看到一个苹果歌，苹果歌，哇，因为他头上戴苹果，那个是你自己做的吗？真的、啊？对我老婆做的。哦，那你老婆为什么不自己戴，要给你戴呢？那我当显眼包啊。所以你们想要点一颗苹果，玛莎，你可以吗？好，那玛莎唱。我不懂人世间的那首，他为什么要唱错？你的会是谁错？还是我不放手？人世间的那首，这世界给我的梦，是不是要告诉我，潮起总有潮落？这句再一次，因为刚刚字幕比较晚一点出来，而且我刚一直听到有杂音在旁边，又刚刚也听到，我不知道现场的观众大家有没有听到，现在还是有，现在还有一点，这个跟我平常听到的杂音不太一样。对，你平常是听到什么杂音？你讲清楚，来，你看着冠佑的脸讲，平常的杂音力道啊，然后拍子比较稳，比较稳。刚刚那个就真的是杂音，对，现在那个杂音在我们讲话的时候，它一直有。等一下，麻烦那个。必应的音响检查一下。好，我们把后面唱完。活着不多不少，幸福刚好够用，这其实很难，再次一个苹果。好了，杂音回来了。